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n't say were wrecking balls inside my brain. I will scream loud tonight. Can you hear my voice this time? This is my fight song. Take back my life song. Prove I'm alright song. My power's turned up. Starting right now, I'll be strong. I'll play my fight song. And I don't really care if nobody else believes, cause I've still got a lot of fight left in me. 午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透过未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今天3月3号礼拜五，在台北市立体育馆欣赏2017年安利卷杯世界女子花式撞球锦标赛。接下来在主桌进入到第4场的比赛，G 组的两位选手要来正面交锋。我们的工作由球评罗穗先生和我张扬以及全体未来辛苦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大家服务。球评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马上把目光的焦点转移到比赛的现场，主桌的部分，第4场比赛 ，G 组的两位选手来进行一下介绍。And now introducing the player. First, she's from China, 来自中国。Let's welcome, 欢迎陈思明。2016年日本锦标赛季军，目前世界排名高居第4的选手。接下来介绍第2位选手。And her opponent, she's from Germany. Let's welcome Christina Green. 来自德国的好手，曾在2015欧锦赛拿下9号球的铜牌。接下来是裁判 and the referee 宋立乔先生。好，在主桌的第4场比赛。正式的展开，两位选手先来进行比球。Ready? Go. 哦呦 ，Green 这个比球有点歪。陈思明的 break。他其实过中线了啊，这个比球不能过线的。是。所以是陈思明获得先开球的权利。这个上主播台看起来是有点紧张。嗯。刚刚在后台啊，听到选手之间的讨论了，就是说，上到主桌的选手其实都蛮紧张的，就是他们在副桌的比赛跟进入到主桌，然后有电视转播的比赛啊，他们心情是蛮不一样的。没错，因为这个，你说副桌啊，它使用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主播是就一天有几场，就是几场，所以使用率会比较没那么高。是。所以可能布会比较干净，可能球会比较滑一点啊，所以很多选手可能还不大适应。先来开球，看看这个1号球。冲进2颗啊，那3颗啊4颗球过线，但是这个连接的1号球没有办法直接进攻，除非打1届7号，但是我认为应该第一颗球啊应该要打安全球比较好啊。大家看一下啊，看看母球是不是要躲在3号后面，但是怕敲到3号母球会洗带啊，这个力道的控制要相当好，不然的话就要打薄球了。看看，好，母球下去，不好像，好像是掉球了啊，掉到了，不错啊，这母球控制的非常好。
现在准备解一颗星啊，他比这个位置是有机会的啊，但是不能打推杆啊，可能要打带点拉杆才有机会去解到一号球，大概只有一条路线了，不然的话就是要打九号边上下很强的右塞，就要发点力的啊，这样滑荡来了，对，所以不好打。想利用左半边的科星边来解球，不过没有成功，变成了犯规。又轮到陈思敏，刚好他虽然没解到，他就把七号带了一下，所以本来三号是可以直接进攻的，但是现在带到之后，变成三号一定要 kiss 七号才会进啊，所以他先看好三 kiss 七号的位置。那一二都简单了，他摆好一号打进，二号成直线的，可能二号打个定杆或者稍微拉一点，就可以做到三号来 kiss 七号。好，打个中杆横过去啊，刚好这个母球跟二号非常直，看他是要拉到现在母球的位置。应该是要拉到母球的位置，会打三号 kiss 七号会比较好。嗯，因为你 kiss 七号完了还得做三号，所以这个关系位置很重要。好，拉一点回来，接下来做一个三七碰。对，他最好是打这个七三号的时候 kiss 七号可以打个定杆。稍微力量稍微大一点，然后这个三号接到七号的时候往下走，看看能不能做到下方啊右下角底带的角度。好，停了啊，这个角度不错啊，嗯，有照他的意思啊，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三号球在右上角的带口，那一薄球一颗星上来啊，不要去敲到四号，那也可以推杆左再走三颗星，或薄球一颗两颗星出来都可以。好，薄球两颗星出来，好，假如说这个四号非常直的话就拉杆就行了，只要有点角度也可以推杆两颗星，坐在中带那个带口附近也可以啊。其实以他现在的这种程度啊，这个都是呛死了，只是你要把母球坐近一点还是坐远一点而已啊。这推杆一颗星也可以，两颗星都可以啊。好，推杆一颗两颗啊，就两颗星，做到了五号球。陈思明在现在的世界排名是高居女子第四名，那女子组的世界排名哦，前四名有三位是中国的选手。好，推杆过中带就可以了啊。嗯。好，好球啊。剩下一个九号球，来吧，没有问题。第一局是陈思明率先的开张，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两位选手同属于 G 组哦，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安利卷杯历届的冠军选手，包含了 Alison Fisher 过去拿下过5座的后冠，还有在去年是由 Santana 拿下，然后2015年是林元君，2014年是大爷妹周杰瑜，2013年是 Kelly Fisher。 那中国的选手部分呢，过去就仅有2007年的潘晓婷曾经在安利杯拿下过冠军，
不过以现在的世界排名来看呢，中国的选手他们都排在相当的前面，然后在预赛这几位的中国选手表现都不错，对，包含了像韩宇啊、刘莎莎，还有陈思明，还有潘晓婷，这四位，看看他们今天有没有希望啊？这个最重要是要决赛打得好。对。好，有球进，连接球一号球中带可以打。这一盘球形也相当的不错啊，一二三在上面啊，注意看一二三在上面啊，一号杆还可以中带可以进攻。那陈思明过去在安利杯最好的成绩是亚军了。对。看一下连接球一号球，从这个上这个角度看，一号球角度还蛮大的。Extension call。啊，他这个角度要轻推吗？角度，看看推杆可能会敲到。原则上要闪不容易，那只有轻轻打去敲一下，然后二号再来打，轻轻敲一下九号，因为他用力打的话，这个敲到九号很危险，这个可能有洗带的路线。假如说你闪过九号，下面还有两颗啊，七号跟五号，现在就是看他准度的发挥，但是现在这个看他架杆好不好架杆，因为我们母球后面有一个七号球，变成他可能要抬高杆尾了，不好架杆。除啊，稍微啊，后面有个七号做影响。关键就是二号球啊，好球啊，打进了二号球，这个稳定性相当的好啊。那看一下二三号，假如说有角度，刚好我看他比了一下，打个中杆横移过来，四号做直一点。三号球打进了左半边的中带。对，那四号拉一点啊，让这个五号有一点点角度就可以了啊，因为可以推杆一颗星，这个五七同带都可以。好，轻轻的点一下。那现在看这样这个角度可以推杆一颗星回来啊，推杆从这个七九穿过去，那基本上是不要做太直啊。哎呦，他这个他这个右赛下的太多了，万一 kiss 到七号就不理想了啊。现在还好，闪过啊，闪过，对，避过了七号球。对对。好，他这个推杆，因为可能推得很厚嘛，下点左赛，在颗星的第二点或第三点，一颗星出来就行了啊。好，第二点出来。这种球赢对他来说没什么问题，应该他这个左赛很右赛很明显啊，切过来，这个只要一 K 到这个七号，大概就形成安全球。好，他这个推杆两颗星啊，上来九号就打，好，推杆两颗星上来，九号打左下角底带。九号球没有问题，陈思明率先拿下前两局，取得2-0的领先。
Rack 3-2-0, 陈思明 the break.在预赛部分是胜者继续的冲球，来到第三局，八号球在第一时间直接冲进，然后三颗球过线。但是一号连接球没办法进攻，他可能要打推杆。Push 要想一下，因为对手有可能会不来打击。其实只要放到他，因为二号应该那个近带的路线应该被四号打到。好，陈世明可能要把母球往右边推一点点。要右边推一点的话，对手可能会打，因为你打的话。打进一号、二号会带的，所以陈思明想来，他的跳球可能会比较好，轻轻的推，推到跳球的角度啊。看看这一号应该可以过了，我看这个角度应该是没有掉到了。所以 Green 应该可以直接来打个攻击。那现在看到这个四号应该没挡到二号，对，挡到二号的路线，所以这个一号的顺推过去，二号就可以打右上方的底带了。所以他本来是想要定杆，把母球停在六号后面。那对手不打的话，他可以用跳球的方式来进攻。是。不过一般现在大家跳球都有练习了，能够进攻做得到的话，不会让你打的啦。好，打进了一号球，也成功做到了二号。二做三，他可能有一点点角度而已啊。好，他可能现在大部分的都会直接打啊。钝杆横抬出来做到三号，这三号看样子中带应该是可以打击，但是你要做到四号的话，可能打底带会比较自然啊，因为你打底带自然母球就回去了，但你打中带的话，你要打得非常准啊，因为这个脚很犀利啊，怕你碰到脚弹出来啊。但是新步的话，拉杆也不需要非常犀利啊，应该没什么问题，随便一个拉杆就回去了啊。OK。然后四号一个低杆一颗星上来，做到五号中带，因为这个球形已经很简单了。对。所以这个推杆失误啊，让对手很轻松的可以打完这一盘球。那 Green 在这个分组，他们是在前两站 ，Green 是取得了一胜一败的成绩。他好像赢了郭思廷的样子。在昨天主桌的第一场比赛，7-6，昨天他打败了小精灵郭思廷。不过在第二场比赛，他是败给了林元君，4-7。现在到这个位置要来处理六号球啊，一个低杆就行了。这个角度不会很大，你下个低杆，大概母球顶多移大概一个钻石点而已，大概一个30公分最多了啊。一个低杆啊，那看九号是做中带，那就推杆下来就可以了。
应该是会做中袋了。气球两颗。嗯。我稍微思考了一下。哇，做到这个应该中袋底袋都可以打，我看这个底袋可能要比较好打一点。因为底袋这个角度滑垒都会进啊，中袋就没办法滑垒了。你看，还不够准，对，差半得分，还是让他打进了最后一个九号球。第三局是由 Green 拿下，追到了1-2。Rack 4-2-1, Christina Grimm to break.欢迎回到台北市立体育馆，我们看一下第四局 Green 的冲球，差一点啊，这个七号来主导，不然的话一号的连接球应该是可以进攻，现在没办法进攻，看看他用勾的啊来做安全球，下点这个左塞，哇，没打到球，这个。他应该可以打破许，不知道了不了不了解规则啊。这个球去打实在是，因为这个一号离科星边蛮远的，他勾到的话也不见得会进呢。形成了犯规，对，变成陈思明的自由球。他打进推杆。左塞一颗星做到这个大概在过中袋啊，在五分点再过来一点就可以了啊，推杆一颗星在五分点附近啊，这样子差不多啊，当然最好是能够拉回去啊，可能他这个角度有点大，当然啊刚好角度不大对啊，他可能要钝杆一颗星弹出来，当然能够炖的跟三号越直越好，中杆炖个出来，好炖出来 ，OK。那现在这个三号就推杆一颗星就行了，也可以下一点点左塞啊，下一点反塞，有点刹车作用，一颗星上来。那两种打法，一种也是可以高杆走两颗星啊。弹出来也可以，就是看你当时你的直接反应怎么样啊，不然就拉杆一颗星也可以，应该三种杆法都可以去来三做四。好，走两颗星，好球！哦，闪过了四号球。其实他这个变成有四种杆法，就是看你这个四号在什么位置，他可以用推哦，不要下低杆，那在四号前面碰颗星。
那刚才他下低杆就是绕过四号，或者下左塞刹车直接拉一颗星，所以这个有四种变化。他这个五号这四号推的太多了，不过还好啊，这个一个小拉杆就过中带了啊。他看一下是推还是推杆好还是拉杆好。请裁判把母球擦一擦。对，只要他是推杆一颗星弹出来的话，等一下他这个七号就走三颗星。好，下点左塞推杆一颗星上来。10 seconds。好，那他这个就下低杆，然后绕到我们镜头的左边的颗星，三颗星、四颗星都可以啊。他现在比划了，你看他那个球杆比在那边，就是下低杆右塞，一二三，滑下来就是四颗星，右塞低杆，四颗星、三颗星啊，一二三四颗星了，对不对？差不多的位置。嗯。哇，球评老师不愧是颗星的国王啊。没有没有，算是颗星相当准确。因为主要现在我对这个这新的划线器还不是很熟练啊，不然的话可以试一下啊。好，轻推打进了八号球，做到最后一个九号，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要注意看这种球，初学的或者要看，打到九号最好不要推杆一颗星，低杆走两颗星。好，你看是不是低杆走两颗星？这个给一些学习的人做一个参考。第四局是由陈思明在下一城取得了3-1的领先。来自中国的选手陈思明，他成名可以说是相当的早，在2011年，当时他拿下安利一卷杯的亚军，当时他才17岁。那年他17岁，他也是。但是2009年他就拿过这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在上海。那个时候15岁了。那我第一次见到他是2007年，他那个时候在厦门集训啊，在我那边集训的时候。他可能也休息了一阵子，因为可能这个运动伤害，所以我认为这个在15岁以下的小孩子，这个打九球啊，这个冲球先不要那么早的练习。哦，对，他那个是有休息1年多啊，就复健。啊，所以这个，所以我现在教只要是15岁以下的，都不让他练冲球，因为有时候是那个。因为你还没发育完成啊，这个运动伤害就像我们少棒一样，少棒不能打变化球，投走投变化球，将来手都坏掉啊。是，所以这是有一些道理的。对，因为你少棒投变化球的时候，我们以前喜欢看嘛，后来厉害的少棒的投手，将来都很少成为成棒的投手啊，手指头都变形了。所以罗爷平常在研究颗星之外，常常看棒球。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号球，薄球。哎呦，这就勉强，这个球啊，
除非你这个好架杆，你可以打拉杆啊。但是他你看那个母球还在九号的上方。嗯。他没办法下到拉杆了。假如说九号不在母球的后面的话，你打这个球 OK 的，可以打个小拉杆，闪过那个底带。母球洗带变成 green 的自由球机会。他现在关键就是七做八了，因为你六做七最好母球啊，六号的角度一点点就好，然后他下个低杆呢，跑到七号的越直越好，那不然的话就假如说直的话就轻轻推一点，然后打七号推下去做八号。现在这个角度我看应该是轻轻推了，越轻越好了。七号能够坐直，因为它是有角度嘛。嗯，好，刚好这个角度推下去，但这个还太重了。这个角度推啊，你推不好，怕会跟八号球成平行。嗯。所以呢，这个思路还不够严密。第一颗自由球做六号特别重要。好，看他这个推杆。推的如何啊？然后下点左塞，看看能不能推下去，在八号球的左边。好，高推，好，还不错啊，推到左边去了 ，OK 的。这还有一条路。嗯。这个八左球，因为他母球太靠近颗心了啊，影响他的左球。不过这个只要母球发点力推过中带，九号球就好打了。这要闪中带了。嗯 ，OK。打进之后，母球做到了九号。非常的小心谨慎。你看他这个就要推杆了，你应该还是走了两个线啊，不错。打进了九号球 ，Green 再拿下了一分，追到了2-3。Rack 6-2-3. Christina Grimm to break. 来到第六局的比赛是 Green 先来开球，不过刚才 Green 的冲球是没有球进的，那么现在陈思明要选择做了一个 push out。陈思明这个推杆也是要考验对手了，
这个这样的对手保球还是有机会进的。绕过来再看一下相对的位置，对，感觉上是应该保球会进的，就是陈思明这个考验一下对手，看对手长台保球的准度。Extension call。多看一下。假如自己没把握，还是让对手打。哇，想了很久。然后也喊了延长。应该是可以过的。距离相当的远了，在斜对角。好，有了，不错，打进了一号球，然后母球敲了一下五跟九，形成吊球。哦，所以这个应该还是让对手打啊。这已经打得不错了，但是刚好 K 到这个五号的左半边，磕的右半边就 OK 了。我换另外一边的话，就自然可以做到二号球。好，他现在看看是不是能从七号、九号中间穿过去解球。哎，好像刚刚好可以。OK。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哇，相当美。对，这个解到之后还形成了一个吊球。那陈思明可以解球，他两边都可以解，但是解现在解上方还有机会进啊。比方讲说，我们解这样子解，顶多解到而已，解进的机会没有。10 seconds， 解到了二号球，那母球也没有期待，还不错啊。这个基本上先解到再说了，但他解这边是不会进的，他解另外一边是会进的。好，他打薄球，可能母球会敲到九号。运气好的，看敲到九号，形成一个防守，应该是没钓到，应该是没有被八号钓到。球台的左下角有一团的集团球。他刚才就是打得比较快啊，他假如说仔细一点的话，他应该怎么打？应该打二号薄一点。母球去拿九有机会进，但是二号薄球的话，七号在洞口也有机会借七号进或者是二号进，他的冠中带。啊，冠中带，好球，好球，但是力量可能轻了，现在变成没办法进攻，但是他现在可以考虑要母球去拿九，或者是再来一个防守。用八号来防守，我看这个三号应该是不大会进的。哦，他三号、四号、七号，好像三个连接球，应该七号。假如说他要打的话，应该是七号会进的。他想抓一个 kiss 球，对对对，然后再把七号给碰进去。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近距离的镜头啊。这个从这里、这样子看不出来，一定要在。陈思明的正前方啊，就不要往就对着，应该会进，不然的话陈思明不会这样打，带个小拉杆啊，会进的。好球啊！而且七号 kick 进之后，还可以继续来进攻三号。对。然后三号打进推杆，闪过八号，最好也能够闪过四号啊。
陈思明在今年呢、他年纪也非常的轻啊，23岁而已。今年再次来挑战安利杯，当然他的目标要放眼在过去从来没有拿过的冠军上。利用架杆器打进了3号球，然后母球横移之后，刚刚好啊，在4号球的前面，然后4号打进，这个5号可以做中带，看角度了。有了，打进了4号球。看5号跟中带是不是很直？没有问题，没问题。然后这个。6号低杆一颗星回来啊，当然是过中带是最好，能够把8号球做得越直越好。好，低杆右塞一颗星上来，好，这角度做得 OK 啊，角度不大啊。4-2，打进了8号球，剩下一个9号球了，相当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来波顺利打进，这局是陈思明再下一城，比分方面形成了4-2。Rack 7-4-2, Chen Siming the break. Welcome back. Let's look at the 7th game of the opening. Illegal break.哦，这一次的冲球不太理想。不过运气还好，为什么？连接球没有chance球啊，所以对手可能会让陈思明来处理。这是一个 illegal break，果然哦 ，Cream 选择不来打。那陈思明可以打 push 啊，那对手不行。其实有些push啊是蛮简单的啊，因为现在一号没不是很好攻啊，但是你摆push的位置也没什么位置好摆。因为你摆过来它可以翻带，你摆的角度非常重要啊。
Extension call. 他可以打七号很薄的，然后把七号打到二号前面，就是一号你打进你也做不到二号。嗯。那陈志明可能是想，是不是？ Push out call. 跟刚才一样，摆个吊锤的位置让对手来打。看一下这个 push。推了一下九号球，那现在中间有一个四号、嗯。不过对手还是会让他打的了，因为这个球，这个 double kiss 的机会非常多，除非你去解一颗心，轻轻的解，那掌控权还是在对手。嗯。所以这个轻轻打就好了。Will Green 选择自己要来解球。哎，这怕这个 double kiss 了。我看样子还说让对手打，对，装个样子而已。爬下去，那个装样子也没办法。最理想是刚才应该把七号轻轻的摸在二号前面，一号就是有呛死也没办法进攻了。好，我们看陈世民怎么来打这个球，母球要闪过一号，不能大力，大力的话刚好母球来回会撞到。看，这样都已经撞到了，不要说大力了，对不对？对。所以这个 push 的观念是非常重要。你看这样子的话，它 push 的位置就不好。嗯。就变成了碰碰啊，两次撞击了。嗯、两次撞击啊，形成好打。它的这个唯一的办法就是解一颗心，轻轻的解，解到一号，粘在四号上面，对不对？那虽然对手有选择权，但是这个那个就不好防守了。那现在不是啊，那一号打进推杆一颗心上了，你看二号就呛死球了。对手虽然实力不是很厉害啊，但是你让他好打的话，他也是吃完了啊。嗯。所以这次来台的几位欧洲选手、嗯、Green 还算是、这个至少前两场一胜一败犯规了，因为他衣服穿得太宽松了。这个稍早的时候就讲到、就是、女选手的衣服，因为、一方面也要上电视嘛，然后顾漂亮，有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的衣服已经拉了，刚好了下面有球，四号在那边，然后衣服就掉下来了、就碰到了。所以啊，这个要围起来，嗯，不然的话就要扎进去、扎进去。对，看陈世民就是中规中矩了，穿个马甲。所以陈世民打进了二号球，啊 ，Rim 感觉有点感到惋惜啊，因为这个失误是比较有点突如其来的。嗯，对，有机会四比三呢、现在变成五比二，那差很多的。打进三号，做到四号，做五号就做到母球原位，再偏右边一点，因为最好是能够五号做直球，然后五号定杆，那六号在中带。好，这组的球形是比较分散的。六号球就在中带口附近。
母球横移，刚好六号底带啊，稍稍有一点不舒服。这个不是问题啊，对，因为角度很好，而且不需要什么杆法，打进就好。做到了七号球，这个推杆下来啊，推杆最好是两颗星或灯杆一颗星啊，应该推杆两颗星上来啊。八号球就在中袋口附近，这局问题也不大，对啊，所以五比二了。还是回顾在这局当中 Green 的一个失误，是衣服碰到球。Apple 打进，陈思明在拿下了这局之后，比分方面形成了5-2。Rack 8, 5-2, 陈思明的 break。来到第八局的冲球，开球一样是有球进那连接球是一个蛮理想的位置，一号球可以来继续进攻。我们看最后一颗球，你看看这个六号进了，假如六号不进就违例了，所以现在二四六七进两颗过一颗啊，这个六号是关键。好，拉回来。他不用拉，他准备二号打底带，打个灯杆过去，中杆横过去做三号。准，相当准，直接空心的。补球横移做到了三号球。这个三号可能太直了。这个三号其实我们在这个球做球的当中啊，最后留一颗九号球打直球是最好，但其他球最好是有点角度，方便走位，除非都是定杆定杆啊。四号碰一颗星弹出来，三七号八号做底带。
好，现在就看这个八号是做上方底带还是下方底带。只要上方底带的话，就要做母球，叫过中带了啊。只要角度不大的话，应该下个低杆，这个八号做上方的底带就行了。好，下个低杆啊，做上方的底带。哇，这个100分啊，因为这个八号打进去之后，母球又离科心边啊有点距离，方便做九号啊，九号最后就做一个定杆就行了。这应该差不多了，很直。好，来吧，没有问题。这一局陈思明是一个漂亮的 clean table， 一杆清牌。比分方面，现在陈思明来到6-2，率先的听牌了。欢迎回到2017年的安利卷杯，由中国的好手陈思明交手德国的选手 Christina Green， 来到了第9局。陈思明在预赛啊是2战全胜，那这是预赛他个人第3场比赛，现在也率先取得了听牌的优势了。看看连接球，应该没得进攻。这一盘球就有点学问了。哇，他这一冲球，我们可以看慢动作啊，这个母球跳在球台上好几回。现在4跟9连在一起。4号应该过不了。那现在1号现在没得进攻，我想看看怎么样来做防守，当务之急啊，是不是要把打1号包球啊，母球1颗星回去来做 safe。1颗星回去做 safe。力道差一点点啊，这个观念是不错了，没有掉到，没有掉到。那对手呢？看看怎么样来防守，因为现在这盘球啊，关键是4-9啊，4号没办法进攻，那9号看会不会进而已。母球是不是绕回5分的位置？好，绕到5分后面，
差一点啊，这个想法不错，就是这个高低杆可能打薄了。我现在至少距离拉得比较远了，对，没办法直接进攻。但是现在这个安全球，你不要想说我们要吊得非常好，你就后薄拿捏一下，把一号打到四九后面就行了，或者母球跑到四九后面都可以。好，我们看看母球跑到四九后面 OK。 那对手没办法解球的话，他也是用跳球的方式，我看看可能就直接拿短杆上来了，不然的话就要打个解一颗星啊，可能他跳球跳得不好，我们就解一颗星就可以了。开始并没有选择拿短杆，对，短杆跳球一个太远了啊，因为我看从上方镜头看来，这个三跟七可能会挡到，这边一颗星解不到，两颗星也可以解到啊，一颗星直接解中。解球解到之后，陈思明进攻的路线应该也这个没得进攻，只能防守。对，他打可以打包球啊，绕两颗星回去，母球啊可以绕两颗星打包球，穿过三八这条线，包球一个二，穿过三八这条线，第一道控制的还不错啊，行程应该是掉到了，应该是掉掉。这盘除了目前的这个连击球一号之外啊，在球台的下方还有四跟九。对，好，他现在要解两颗星啊，两颗星应该是解在这一点，我们解在这一点。啊，两颗星直接中啊，因为他母球已经超过四点多了嘛，你减二，啊，推杆左塞两颗星，啊，好球。啊，直接解到，轻轻敲一下九号球，直接就解决了。哎，有机会哦，我们看看这个一九借四会不会进？嗯，感觉是厚了啊，这个角度看起来很像，啊，感觉好像是一 K 九九借四号进，但是我现在感觉是太厚了。不过可以试试看。嗯，先停牌了，干脆。不过从这个角度看，应该是厚的，厚了一点。反而。轻功。轻功。不错，这个轻功做的蛮好的。这个解球就不好解了。嗯，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嗯。啊，穿得过去，那有机会解禁了。就怕穿不过去。啊。这边下左塞，哇，我们九点钟方向就有机会解禁。但他母球的延伸千万不能去敲到九号，母球不能敲到九号，这个要塞要很柔，左塞推杆，啊，有机会进九啊，哇，结果解禁，好球，嗯。对啊，但是那个球没办法解用力，你解用力的话，那个母球的塞就出不来，嗯，所以不错啊，最基本解禁了。现在这个远距离的二号球有机会吗？当然，你准度有的话，肯定有机会，可以切底带啊，嗯，可以打薄球底带啊，但母球可以一颗金上来，不管是敲七号、敲三号都无所谓啊。就考验一下准度，准度如何？10 seconds。哦，这个球难度也不低啊。嗯。这没什么好考虑的。啊，他又延长啊。或许他没有信心，那在思考防守吗？这个不好防。嗯。
这个因为进攻的话可以连续打击嘛，而且四号又跟九号也离开了。结果是没有打进。哦，趁这边要防守了啊！二号保球啊，母球两颗星啊，往四号、九号这边走。对，你看了这球杆比在那边。啊，裁判去看一下有没有冻截球啊。其实。因为他是要打到这边来啊，其实不需要。啊，薄球两颗星，闪过，穿过四号，来看看路线，不错。OK 啊。好，还是躲到了。对，照他的意思了啊，照他的意思。哦，这一盘的球形在开球之后就比较难一些，双方不断的交换防守。好，他准备解一颗星。但是他这个要发点力啊，要发点力。因为假如说你是推杆右塞的话，可能第二点会差一点啊，发点力。好球。解到了，但是没有解进。因为假如说他不发点力的话，推杆可能第二颗星会撞到那个球台的上方的第二点，因为它是在第二点跟第一点的中间，那你发点力的话，它会缩小我们的这个反射角。陈志明这个球可以用勾的，假如说你不要拼的话，用勾，然后母球停在上面，把二号弄下来。勾射定杆。哦，要保紧。他要直接拼一枪。没有没有，他要走到母球，要走到这个九号后面。过头了。不过这个观念不错，观念不错。因为我们要防守啊，这个九号跟四号这边算一个角，当然，假如说母球跟四号这个角会比较小。但是他现在这个二号、四号跟九号，他的空隙啊，就四号离颗星的空隙比较大，要躲在那边就比较稍微难一点啊。应该还是叼到了，他可以解一颗星，没办法直接打，解一颗星就可以了。Ten seconds。哎呀，直接可以打到。这盘球蛮精彩的哈，就互相防守。对，就看谁先露出破绽了。这个球虽然不是吊球，不过也是一个防守了。对，不过这盘也不好防了。哦，这个球不好防。啊，距离给拉远。但这个要很轻松的清台也不容易，因为现在三号已经打过来了。对。只要把二号控制过中带就行了。啊，又要包球回去，哎，好球！师傅又太多了，刚好躲到了四号球的后面。这场比赛是这一盘呢，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大战。对，那现在解右边的颗星，一颗星也可以。现在他这个解球，我们看看要怎么解啊？那大概的话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子一颗星。太久没画了啊，这样子一颗星啊去解。Ten seconds。哎呀，哎呀，差一点。他这个路线是走这个路线没错，但是啊，因为你的母球。离颗星边太近，那所以你这个出杆的这个要速度要慢一点，因为它出杆速度快了，所以它这个入射角反射角直接就给你弹出来了，你下点这个
要出杆慢一点，下点这个左塞，这一定会中的。刚刚差那么一点点嘛，这因为这个解这种解球不难，但他出杆的那个速度太快了。好，现在自由球他才好做到三号，这个三号都要推下来，要做中带的，不然的话就是三九碰啊，三九碰，赶快解决好了。刚好坐的位置又好，三号一个定杆，九号就进了。对，四号球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啊，不会影响到，不会影响，应该三九碰。因为他想要清台的话，那个三号一定要打中带或打底带，底带是被八号挡到，干脆三九碰是比较麻烦，干脆直接来做一个 kiss 球，一个第一杆定杆就行了。好球。漂亮，直接把九号球给撞进去，所以在这场比赛中，陈思明最后靠着这个 kiss 球，他以7-2的比数击败了 Greg， 拿下了这场赛事的胜利。黄哥，就是里面那牌桌子全部要不要换掉？全部都折到了，只有一个，要换吗？还是我要跟他们讲？好，恭喜陈思明在今天这场比赛赢球，下场比赛将是 Alison Fisher 交手刘莎莎，精彩的比赛也请您千万不要走开，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到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球评，我是桑阳，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下场的精彩赛事继续为您服务了，谢谢，拜拜。We're a people bound together by a single heart and mindLike none who've gone before us, or those we've left behind. We'll take the time, the sweat and tears, to soar to worlds on high, and make the goals that others set, and then we'll pass them by.Hunger that we're sharing, and the thirst we all possess, that keeps us moving upward in search of sweet success. We know the task.